尊敬的各位领导、来宾、老师们、同学们，广西艺术学院原创作品音乐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光临。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，事业成功，阖家欢乐。让我们在明年的中国东盟音乐周上再会。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，谢谢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词曲作者以及所有的领导嘉宾上台，与我们的演员进行合影留念，有请。